你看那位阿姨怎么了？这是，拿着。哎，这不会是碰瓷的吧？再说了，我们着急去见合同呢。这有人要钱。阿姨，阿姨，您现在叫我说话吗？有。阿姨。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没事，我这是老毛病，缓缓就好了。喂，你们在我车旁干嘛呀？赶紧走！大哥，这位阿姨她晕倒了，要不您让她坐这缓缓？缓什么缓？我正在谈生意呢，耽误了你们陪她一起了，赶紧起开。我家就在楼上，要不您跟我上去休息一会儿吧。 喂，你们站住！你怎么搞的呀？把我车给搞坏了，赶紧赔钱！大哥，阿姨她刚才没有躺这儿。我管你呢，不赔就别想走，一分都不能少。要赔你也不应该找我们呀，你找阿姨赔不就好了吗？可我身上没钱呢。算了，我赔给你。林总。哎呀。 赶紧走，走。要不我就不进去了，你们家这么干净，我刚才出了一身汗，怕把你家弄脏。丽丽，去拿一件我妈的衣服过来。没事的，阿姨，您啊在这洗个澡，好好换身衣服，休息一下啊。来，阿姨。哎呀，刚才我就想问你，你们的衣服怎么都是香香的？ 是喷的什么香水吗？哪有什么香水啊，是我们家一直定期用的这个洗衣机清洁液。家里一定要养成每个月都定时给洗衣机清洁的习惯，要不然这衣服都白洗了。这种清洁剂专门添加了除菌剂，而且它是液体的，能够深入夹层清洗，清洗完胶圈夹层明亮如新，杀菌率啊高达 99.9%，除菌还能够有效抑制细菌增生，就算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清洁干净。这每个月啊，像这样清洗一次，洗衣机用着干净又放心，安全环保。洗出来的衣服呢，闻起来还有股淡淡的清香。哦，丽丽，你照顾好阿姨，我先去公司谈个合作。好的。阿姨，走。不好意思啊，顾总。 路上有点事耽搁了，我从来不跟没有时间观念的人谈合作，我已经决定了跟强强集团签约。那你，顾总说的对，像他这样不守则的人就不能和他合作。像你这样没人品的人更不能合作。啊？合同必须签，但适合这位姑娘签，她之所以迟到，是救了你妈的命。原来您就是董事长，姑娘，谢谢你啊。 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这个洗衣机清洁剂在哪买的？我也要买点。点头像进直播间就可以购买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呢。